这条路走了好几遍了，好像就在前面了。对，就是这里了。个手撕机嘅话系点买啊？系88蚊一只，有140蚊。唔系喺度食噶。喺度食，坐低先啦。找到在下面等一下啊，位置比较少，这里楼上还有位呢，不过有人在抽烟，被熏得下来了。这里的手撕鸡是有两种的，有一种是5块钱一只，25块钱半只。他说那种是圈养的，这种是走地鸡，比较贵一点，45块钱半只，88块钱一只。感觉这个肉看起来是比较厚实一些哦，应该是那种比较大只的鸡。这里是盐焗的手撕鸡，不沾这个蘸料的话，都已经挺够味的了。这个鸡本身的味道是比较咸香的。这里的手撕鸡还是挺滑的。其实这个鸡是不是走地鸡我们也不知道，但是这个肉还是挺结实的，咬起来的话也比较有嚼劲。这都是把皮肉骨都分开来了，喜欢吃骨头的话这个也挺有味道的哦。这个鸡肉比较咸，很下饭。赶紧先来两碗米饭。这个鸡皮还是挺有弹性的，而且不会太肥，又比较滑。这个青菜是姜汁芥蓝，18块钱一份。其实这里的出品感觉比较像大排档，但味道还可以。一般大家来这里的话，点一份手撕鸡，再来一份青菜。一般吃鸡肉，我比较喜欢吃骨头附近的肉，比较好吃一点，比较滑。你拿着这个，一会儿拿回来。阿姨，你们这个这里开了多少年啦？他说30多年。30多年啊？哦。我都在这里做了20多年。这个一天可以卖多少只啊？差不多200只。几百只啊？100多。哦，100多。哦，差不多200。粉是什么呀？这个是沙姜粉。哦。我们自己打的，老板自己。沙姜粉，这个阿姨在这里撕这个鸡都撕了20几年了。这家店开了30多年了，也是一家老馆饭堂，性价比挺不错的哦。总的来说，这里的手撕鸡肉质还不错，咸香入味，滑弹又有嚼劲，量大又实惠，而且这里的鸡肉的价格和品种选择还是挺多的，丰俭由人，值得一试哦。